行馆应半黄钟，九贝基同行馆与六十四分之一，加一分八之一同行馆应半大吕，六十四分之一同行馆人应正黄钟。于是十二律吕之同进一行者，何长短备半以成炫功之用，而黄钟之同行一进者，应加减时机亦成炫功之用，志气求生，其于此矣。虽然五声二变管律与弦度又各不同，汉唐以后皆宗司马淮南之说，以三分损益之术，误为管音五声二变之次，复指管子弦音五声度分，而迁合于十二律吕之中，是结竹为管吹之，黄钟半律不与黄钟合，而合黄钟者为太促之半律，则被半相应之说，在弦音而非管音也。又黄钟为弓，其真声不应于林中而应于夷，则三分损益弓下声真之说，在弦度而非管律也。以弦度取声，全弦与半弦之音相应，而半律较全律则下 PG 1930一音。盖弦之体实即人力鼓动而声声，全弦长故得音缓，半弦短故得音急，长短缓急之间，全半相应之理欲焉。管之体虚，假人气入之以声声，故管之尽同者，其全半不相应，求其相应，必尽减半使得，所以正黄钟与黄钟八分之一之管相应同声也。因全半之不同，于是管律弦度首音至八音，其间所生五声二变之度分异异。管律黄钟之全为弓声首音，则太促之半为少弓八音，其间太促之全为伤声二音，孤喜为角声三音，蕤宾为变真四音，夷则为真声五音，无赦为羽声六音，黄钟之半为变弓七音。自首音至第八音的七全分，若弦度假借黄钟全分为弓声首音，则黄钟之半为少弓八音，其间太促之分为伤声二音，孤喜之分为角声三音，蕤宾之分为变真四音，而临终之分乃为真声五音，南吕之分为羽声六音，应中之分为变弓七音。各弦之分，弓至伤，伤至角，角至变真，真至羽，羽至变弓，皆的全分，而变真至真，变弓至少弓，知的半分。自首音至八音合为六全分，故弦音不可以十二律吕之度取分，如以备无赦变弓尺自定弦，则得下真之分。备无赦变弓尺字，即经笛与头管之合字也。凡品乐居首一弦，必得下真之分，而五音之谓实正，故是以头管合自定琴之一弦为黄钟之弓者，盖一弦不得不定矣。合字正为取下真之分也。黄钟弓声弓自定弦的下羽之分，太促伤声凡自定弦的变弓之分，孤喜角声六字定弦的弓弦之分，蕤宾变真五字定弦的伤弦之分，夷则真声以字定弦的角弦之分，无赦与声上字定弦的变真之分，而半黄钟变弓尺字定弦人的真弦之分焉。今借黄钟之分为弓弦全分，
其首因人定以黄钟之律，则二因陷于太簇之分，而身亦应太簇之律，三因则变为家中之分，而身始应姑息之律。如人取姑息之分，则身必变而应于众旅之。 PG 1931。 旅四因复变为众旅之分，而身应蕊兵之律。如人取蕊兵之分，则身必变而应于临终之旅。五因则为临终之分而应夷则之律。六因则为男女之分而应无赦之律。七因又变为无赦之分而身始应半黄钟之律。如人取应钟之分，则身必变而应于半大旅之旅。此公贤之分因权贤首因定黄钟之律而变为与贤之分者也。或以黄钟之分为公贤权分，而本贤七因欲各献以公贤内七因之分，则首因必定以姑息之律，以次分之。此公贤之分因权贤首因定姑息之律而得公贤之分者也。又或以嫡与头管合字为经所定，被无赦之律为公贤权分，首因依次分之，得下真贤之分。此公贤之分因权贤首因定以嫡之合字而变为真贤之分者也。依律旅而定贤因，则贤度之分随之前移，依贤度之分命为七因之次，则身因公调不与律旅相协。此有管律贤度权半身身取分之不同，于是思乐贤因之炫功转调与逐月管因异异。清浊二君各七调，终与管乐有同者，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同者为宫调一调，五声二变皆正应；可同者，商调、真调，五声正应二变借用；不可同者，角调、变真调、语调、变宫调五声之内清浊相淆。如但以弦音奏之，而不合以管音之，有四调于三条皆转入弦音宫调。故周礼大司乐三公，汉至三统，皆以三条为准。所谓三统，其一天统，黄钟为公，乃黄钟公身，未与其调姑息角身立功，主调是为公调也。其一人统，太簇为公，乃太簇伤身未与其调，蕊兵变真立功，主调是为伤调也。其一的统，临终为公，乃贤因真分未与，使管音移则真身未与其调，半黄钟变功立功，主调是为真调也。随至正义云，考寻律吕七声之内三声乖应，当时考教声律，或以管音考和弦音，或以弦音考和管音，故得四调相合，三条乖应，即二变调与角调也。变真调与语调五正声内之一声乖应，然语调犹能字立一调，变真调则转入宫调声字，至角调变宫调，五声之内二。 PG 1932。 三声乖应与宫调声字雷同，皆不能成一调也。唐至载四宫二十八调，律以弦音之分定为十二律吕之度，故有正宫大十、高大十之名。今集弦音管音之合不合，以变阳律阴律之分用何用，乃知唐书之二十八调独取弦音，不在管律，而古人所用三统，实取管音，
贤因之相合者用之也。是以贤因诸乐，其要有四：一、定贤因应某律吕之生字，即的某贤之度分；一、贤因转调不能依次递迁，故以公调为准。有几贤不宜，而他贤或紧一音，或慢半音，遂成一调而各贤。七声之分因之而变。一、贤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贤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记二变之分，使能得其调贯，不然公调摩索取准。一、贤音公调为公与商争的与律吕相合为用于四调，阴阳乖应，或小入公调生字，不得自成一调，即此四者调分。吕希则贤因炫公转调之法备矣。乐之学记为自古言者又其说繁姿莫终一事。子长孟坚时以一同随唐登歌杂苏之婆归姿乐，以律吕闻之神古服饰等于诗王。宋人李肇、何宪、范正、蔡元定之徒，稍有志于复古，然但资异艳，或且是以阴阳浮阔之说，名正世子。载御史以勾股谈律度，帝本常筹人数，加之以密律，积之以实策，管因贤分千载，知习谋，治世乃定。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中起数，即纵长体积面密，周尽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炫公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志气之要，详考古今之同意。曰协君度屈，取波尔都哈尔国人徐日升及意大利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正以今时所载律吕公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君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兰生、廷真等皆次及第，尽官有差。既又欲改定中和乐章声调，曰殿壁所奏中和乐章皆言明代具有长短，体质类词，曾音不雅，命大学士陈廷敬等。PG 1933。改撰章法皆以四字为句，而乐人未贤声调，仍以长短句凑拍歌之。今考究调已得，工商节奏甚为和平，必使歌章字句亦随运斗，则张明而公声协，其者南书房翰林同大学士详定以文。是年十一月冬至，公四还秋，遂用新定乐律。五十四年，改造还秋坛，金钟玉磬，各时有六。五十五年，班中和韶乐于直审文庙。初，乐章既改用，平而直审人沿用，和致仕从礼不请，使班行焉。世宗雍正二年，定更戒三十六和词，更戒言宴乐致敬言单壁乐奏与杨时若之章敬酒，管弦乐奏五谷丰登之章敬传，清乐奏加几人族之章，其词皆大学士蒋廷锡传。后又定祭时应公祭风伯庙，教房司作乐，祭雷师云师庙，和声属作乐。官民婚嫁，品官古乐人不得过十二声，监军民不得过八人者为令。高宗即位，锐意制作庄亲王允禄自圣祖时间修律算三书，致仕人点乐事。乾隆六年，殿壁奏中和韶乐，帝决音律节奏与
乐章不协，因命和亲王弘昼同允禄奏事，允禄因言，明代就至，乐章以五、六、七字为句，而音律之节奏随之，乐章音律句八句，故长短相协。金殿毕乐若定以四字为句，则与谈妙无书，为乐章更定，大典攸关，为一会同大学士，礼部将乐章时，二臣降议，令翰林改拟进览，寻大学士厄尔泰等议乐章。十二臣内为书评，顺平二臣每章八句，其十臣乐章每章各十句，句四字，而按之音律，则每章八句，每句六、七、八字。以十句四字乐章，合以八句六、七、八字之音律，长短抑扬，宜不尽协。应将乐章字句，按音律之节奏以调和之，章酌从八句，句无拘四言，奏可。旧中和乐编钟内备仪，则四钟在黄钟正律之前，第一其喘。兼循编钟备律即设而不作之故于成功，时张照以刑部侍郎复允。PG 1934。陆管部明之乐奏言，编钟之制，以十六钟为一架，阳律八为一弦，在上音律八为一弦，在下阳自阳，阴自阴，律律之法必有备伴，然后高低清浊俱备，以成炫功之用。故阳律有备蕊宾，备仪则备无设在黄钟之前，有半黄钟，半太促，半孤喜在无设之后。音律则有备临钟，备南吕，备应钟在大吕之前，有半大吕，半家钟，半重吕在应钟之后。备蕊宾以还，则声过低而哑，半重吕以还，则声过高而促，故不用编钟无备蕊宾，备临钟亦无六半律，以编钟俱八，其音中和以足于用。低不至备蕊宾，备临钟，高不至六半律，其序已从低至高，浊至清，排列为次。备仪则备无设当在黄钟之前，备南吕，备应钟当在大吕之前，与箫管之长短，琴弦之巨细为一例。排箫备仪则备无设二管在黄钟之前，备南吕，备应钟二管在大吕之前，琴之备筝备与二弦在弓弦之前，若琴弦箫管异位，则音不可协，是以编钟之次第同于弦管右奏。编钟一架，上八下八，上阳律，下音律，考级之节难交妙。四级临朝大典，皆用黄钟为弓，北郊乐坛则用大吕为弓。用黄钟为弓，则即上钟；用大吕为弓，则即下钟。临朝以下钟，亦至于上而及之，非下八钟不及也。又八钟原之七音，孤喜为弓，黄钟起调为弓字，备仪则无设为变真，太促为变弓。三钟不入调，是以不及弓字调外，则为二钟不及。如以太促为弓，备无设起调为尺字，则备仪则无设太促三钟皆及，而黄钟为变弓，仪则为变真，二钟又当不及矣。因相言句以黄钟调为黄钟弓，如生不知音律，
谓黄钟为生气之源，万物之母，娇妙，朝廷用之极，否则凶。不知黄钟为公，其第一声便是下雨，除变公，变真不入调，商角真语必须叠用。若声声皆是黄钟，燕子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况大武之乐，即是无舍为公，宰之国语。无舍乃阳律之穷，而武王用之，则十耳。PG 1935。越各以其律为公，摩所不可，一民以上视之，命如故。当世时，清兴百余年矣，古学萌芽，儒者毛麒麟、李公、胡彦深、江永备多著书言乐事，考证亦遂密。帝亦慕萧韶九成之盛，致诗讥颂，勇于改为，欲以文治太平。圣祖时虽编定乐书，大抵基于音律，而乐章句斗无谱，不与音相应，有邪律高。万龄者，其年审音，改定公谱，然之谈妙之乐。朝会清歌人种前谋，赵遂请续纂律吕书，为前代坠典，一见堪证，许之。开馆纂修，人命允禄兼其事。未几，馆丞上议谈妙乐。张自朴天坛太庙朝日谈聚黄钟为公的谈，戏乐谈大吕为公，尽于南齐之用黄钟之说，而兼清浊二君，及于大吕虽亦有可取，但编钟器内必有设而不作者，同于随以前雅钟之巧。我皇上制作定式，技术修明，允依博考详机，以相盛典。夫言礼乐必宗成周，故周代尧邈文不足真，所可考者莫如周礼。而周礼所载桓钟为公祭天，韩钟为公祭地，黄钟为公祭宗庙之说，桓钟、韩钟不知何律。郑康成以桓钟为家钟，韩钟为灵钟，记得用灵钟，亦则善矣。然灵钟何以又称韩钟，则亦摩所据也。为准六乐次第论之，有韩钟而无灵钟，则知韩钟即灵钟。然六乐又有家钟无桓钟，其以桓钟为家钟，为家钟生于房心之间。房心大臣，天地之明堂，则用干公，时生战代兴家之言矣。解七百年前周公之制度，臣非独古。李光的为祭天以黄钟为公，祭宗庙以桓钟为公，桓黄互错，诸如相成而不知改。魁以春地之文，则家中之乐也，虽若敬礼，然亦出于意见。周礼本言祭天以桓钟为公，其下即云黄钟为角，一章之乐，断无黄钟即为公而又为角之礼。六乐次第，清浊各一君，黄钟与大吕配祀天神，太簇与应钟配祭的之，姑喜与南吕配祀四望，雷冰与寒钟配祭山川，宜则与众吕配享江源，无赦与家中配享先祖，以律之次第奉神之尊卑，故律吕同用，而清浊之间有痛君者。PG 1936。有不同君者，见诸实用，难于施行。是以历代皆欲养法周制，而苦魔所凭。为唐贞观时，祖孝孙定为祭桓丘以黄钟为公，方则
以临终为公，宗庙以太簇为公，朝贺宴享则随月用旅为公，嘴为通论。盖黄中子谓天之统也，干未在亥，亥前为子，十二臣之始。黄中下生临终，临终未位的之统也。坤未在生，阳顺阴逆，生前为位，自子至五七律，而天之道背，自位至丑七律，而的之道背。故黄中属天，临终属地，临终上升太簇，太簇因为人之统也。故以四宗庙，先儒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意也。光的亦称祖孝孙特有远识，而历代用乐，此最近古臣等愚见，为宜尊圣祖律吕正义所定炫公转调之法，将的谭乐章改临终为公，太庙乐章改太簇为公，设计谭义的也，以宜改用临终为公。乐生于西，有西方正位也，又秋分戏乐，见有之乐也。戏乐谭宜改用南吕为公，朝日谈若以日东月西日卯月有论，应用家中为公，但家中阴而日阳，终以人心属日之意，以改用太簇为公。其朝会宴享，并应依堂祖孝孙之说，各以其月之律为公。先农谈农氏也，以以孤喜为公。历代帝王庙、孔子庙祭以春秋，春家中，秋南吕为公，太岁谭宜以岁始之律太簇为公。奏上而皇太后、皇后升座，还公乐章律吕未定，因命李成吉以允录一曰：皇太后、皇后乐章应用律吕，博考前典，并无明文。为十二律吕皆生于黄中，故黄中为生气之源，但既专用于南郊以尊上帝，自不便拟用。且吕邪于干，吕邪于坤，坤元允宜用吕大吕为黄中之吕，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公。礼记天子日也，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天道也。有为月之正位，元后月之意，拟皇后乐以南吕为公。吕亲王允陶义曰：管臣拟皇太后乐以大吕为公，皇后乐以南吕为公，臣愚以为大吕南吕并是阴吕，皇上曾有凡庆贺大典，皇太后公应用阳律之旨，就至一切大典，俱以黄中为公，请 PG 1937。人寻旧制，皇上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皇太后、皇后三大节，并以黄中为公。第一大吕者，黄中之吕也，既用黄中尊上帝，临终尊后土，太簇尊宗庙，而亦皇太后乐用大吕，大吕之序乃在南吕后，皇后乐以用南吕，是先于皇太后也。有方则谈用雷兵之吕，临终为公，而社稷亦已有别，因命众议。于是管臣请定皇太后乐用南吕为公，社稷谈祭以春秋二重月上戊，以以家中南吕为公。从之。七年，允禄等又奏太皇太后升座，还公用中和韶乐，行礼用丹碧乐，与皇帝同，而皇太后、皇后俱用丹碧乐。
考诸长疑思，自来身坐，还公并用中和。韶月，元臣廷敬撰拟乐章之时，以皇太后，皇后不敢同于太皇。太后便以单笔名之，请人复旧，各为乐章。寻定皇太后御，慈宁宫身坐中和，韶月奏玉屏，皇帝律诸王群臣行礼单臂大乐奏一屏，还宫中和韶月奏吕屏，皇后律皇贵妃、贵妃、妃、嫔及公主、福晋、命妇至宫行礼并同。皇帝三大节凌轩，还宫与内殿身坐中和韶月奏元平，皇后律皇贵妃、贵妃、妃、嫔行礼。单臂大乐奏雍平，将坐中和韶月奏和平，皇后三大节身坐中和韶月奏淑平，行礼单臂大乐奏正平，将坐中和韶月奏顺平。皇帝筵宴敬茶，赐茶单臂清月奏海与升平日，敬酒赐酒奏玉殿云开敬传，赐时中和清月奏万象清宁。皇太后三大节身坐，还宫行礼与庆贺同，筵宴敬茶敬酒敬传，所奏歌词与皇帝同。时山东道监察御史徐以身奏言，古有余迹之典，所以为百古其高语也。其志则为谈于南郊之旁，我朝礼制具备，为余既未有谈委，岂斥下礼陈伯求典故，想考制度，仿古龙见儿。余之礼则得立谈，地下其章大学士厄尔泰等一曰梦夏之月，苍龙宿见东方，为百古其高语，故龙见而于晋永和中依交谈至为鱼谈，其上帝百辟汉则其语。唐时于四于南郊，后行于礼于环丘。历代京师孟夏后汉鱼之礼，皆七日一齐。 PG 1938。唐至斟酌最善，臣等酌意以仿其志。古大于用五同二意，一玄一各执语意，歌云汉之诗。今皇上仿云汉体育志诗歌八章，甚念恳臣，臣张凯切应用五同十六人，玄一八列执语意。中献乐止，赞者赞，五同歌诗歌毕，乃忘聊令长疑思选，声音清亮者充之，语意一周礼皇武之事，礼仪与孟夏常于同。上帝社稷宗庙太岁坛具旧有乐章，为神之坛阙，应敕律旅馆撰进，乃定于四天神从环丘，以黄钟为宫的指从方泽，以林中为宫，乐用七成迎神奏奇风，电伯奏华风，出现奏安风，雅现奏新风，中现奏仪风，撤传奏和风，送神奏西风。是年始专设乐部，凡太常寺神乐官所司祭祀之乐，和声属长仪司所司朝会宴享之乐，栾仪卫所司鲁布诸乐，君立焉。以礼部内务府大臣及各部院大臣安小音律者总理之，设属镇属臣侍从呆诏供奉公用官鼓手乐工，总曰属吏而以所司乐器别其目，中曰司中，庆曰司庆，琴瑟笙萧亦如之。又进道士冲太常寺乐园，初明月五声多选道童，世祖定都。
言而用之，与刘曼谢，使者凯焉，致仕其必使革。既又从管陈言，定根介之乐。根介前其进种，导盈乐前导。至日，和珅属绿属狐狸采蓬南，采蓬之至，后二十三年才歌。和词者十四人，司罗、司古、司板、司笛、笙、箫者各六人，千采其者五十人。祭毕，行根介礼。礼成，导盈乐坐，驾立斋。宫内门，乐止，中和韶乐坐。皇帝御后殿，乐止，报中母中和韶乐坐。皇帝御斋宫，深坐，乐止，群臣庆贺行礼，丹陛大乐坐。敬茶，赐茶中和韶乐坐。皇帝臣辇出宫，和珅属鲁部大乐并坐。筵宴，敬茶，赐茶改与杨时若为喜春光。敬酒，赐酒改五谷丰登为云和叠奏。敬传，赐传改加几人族为风和日丽。深坐，还宫乐章与三月长朝同。群臣行礼丹陛乐章与元旦同。又定四仙残乐章器用方响时有六云锣、瑟、杖鼓、拍板各二。PG 1939。琴四、箫、笛、笙各六，建鼓一。皇后采桑歌器用金鼓、拍板二、箫、笛、笙六。遣官至祭乐章与群四同。又定赐衍圣宫宴乐章奏诸四发圆长。正义真人宴奏上清壁。落。文进士宴奏起天门。武进士奏和其洽。相迎酒礼歌鹿鸣。四母黄黄者华三章，生育至补南该白华华属三章。弦歌余力南有嘉余南山有台三章，生育至补游根重秋游移三章，和越州南关居隔潭卷耳三章，赵南雀巢采凡采平三章。八年九月，高宗东巡狩至盛京，仪仗具马上鼓吹导引。翌日设丹陛大乐于两乐亭，礼部设龙亭，致庆贺表，用导盈乐。上御崇政殿，深坐中和韶乐奏元平，诸王大臣行礼，宣表丹陛。大乐奏庆平，朝显陪臣朝贺丹陛大乐奏至平，颁诏赐茶中和。韶乐奏和平。是日崇政殿筵宴所奏中和丹陛清乐与太和殿筵宴同。改马克士舞为庆隆之舞，又增士德之舞。炫定乐舞内大小。马户为羊列舞，五人所骑竹马为鱼马，马户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歌章者约司章。骑竹马约司舞，走琵琶约司琵琶，旦弦子约司三弦，旦筝约司筝，画节约司节，拍板约司拍，拍掌约司变。九年，清信翰林院，赵乐部设乐，深坐奏龙平，掌院大学。侍律百官行礼奏庆平，敬茶，赐茶奏文物精华盛。敬御筵宴奏御属筵音敬酒赐酒奏筵阁云浓百官谢恩奏庆平还官奏显平。是年才太常寺司乐人六增设天神的指弹乐器御礼成。除夕保和殿筵宴蒙古王等先进蒙古乐曲赐庆龙舞元旦太和殿筵宴王大臣
互益用之，则为令。弟自欲与乐至履义，因革损益，悉出锐才，群臣悉止。物为不居，非有章前规，万宝长之时也。帝思龙威患，遂特诏。PG 1940。离定朝会宴享朱月章，自七年定郊庙祭祀朱月章，至十一年始。臣朝会，皇帝元旦中和乐，身坐元平，还宫和平。冬至中和乐，身坐岁平，还宫允平。万寿中和乐，身坐甘平，还宫太平。上元中和乐，身坐宜平，还宫升平。长朝中和乐，身坐隆平，还宫显平。内廷行礼丹陛乐雍平，诸王百官行礼丹陛乐庆平，外藩丹陛乐治平。皇太后三大节中和乐，身坐玉屏，还宫履屏，丹陛乐一屏。皇后三大节中和乐，身坐书屏，还宫顺屏，丹陛乐正屏。郊庙环丘迎神始屏，殿玉帛锦屏，进足咸屏，出献寿屏，雅献家屏，中献永屏，撤撰西屏，送神清平，望辽太平。方则迎神中平，殿玉帛广平，敬祖寒平，出献大平，雅献安平。中献十平，撤撰真平，送神望义宁平。旗鼓迎神齐平，殿玉帛随平，敬祖万平，出献宝平，雅献穰平，中献瑞平，撤撰卧平，送神资平，望辽古平。余祭迎神矮平，殿玉帛云平，敬祖虚平，出献临平，雅献漏平，中献瞻平，撤撰临平，送神旦平，望辽配平。太庙石响，迎神仪平，殿帛出献米平，雅献夫平，中献少平，撤撰光平，送神还宫望辽一平。霞祭迎神开平，殿帛出献素平，雅献斜平，中献玉平，撤撰咸平，送神还宫望辽成平。社稷迎神登平，殿帛出献茂平，雅献玉平，中献敦平，撤撰帛平，送神乐平，望义真平。社稷谈其与报寺，迎神严封，殿帛出献戒封，雅献资封，中献配封，撤撰随封，送神仪封，望义帛封。朝日迎神迎西，殿玉帛朝西，出献清溪，雅献贤溪，中献纯溪，撤撰延溪，送神归溪。戏月迎神迎光，殿帛出献升光，雅献瑶光，中献瑞光，撤撰寒光，送神宝光。历代帝王迎神照平，殿帛出献新平，雅献重平，中献甜平，撤撰纯平，送神望辽匡平。先师迎神昭平，殿帛出献宣平，雅献治平，中献续平，撤撰义平，送神德平。先农迎神永丰，殿帛出献时丰，雅献咸丰，中献大丰，撤撰吕丰，送神暴丰。PG 1941。望义庆丰，先蚕迎神修平，殿帛出献陈平，雅献君平，中献齐平，撤撰柔平，送神恰平。天神的只迎神齐丰，殿帛出献华丰，雅献新丰，中献宜丰，撤撰和丰，送神西丰。太岁迎神宝平，殿帛出现定平，
雅献古平，中献富平，撤传银平，耸神风平。太岁谭其宇，报四迎神虚风，电伯出献仪风，雅献晋风，中献邪风，撤传应风，送神恰风。皇帝祭坛庙还宫导迎乐佑平，庆典导迎乐喜平。其词皆命如承重传，天子轻裁之，分寸而节笔，合则人其故，不合则异其辞，更其条，是旧章增损有加，而律吕正义后编译于是年书成，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享乐，曰导迎乐，曰行幸乐，更参稽前代因格损益之意，为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复推产圣祖所以审，因定乐制器协君者，为乐问三十五篇，大抵降于公仆而于律。吕之源，管因贤度之分合，亦尊圣祖摩所创也。帝自秩序以观之。十三年二月，东巡山左祭戴月，大学士等上言泰山。相不用乐，考州李大司乐，奏蕤宾，歌韩中，五大夏以祭山川。今特举盛典，至于代宗，请尊古用乐，乐章敕不撰拟。于是，赵乐章六奏，用封。十月，张广嗣乐清讨金川九吴宫。上特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出师。行受乐礼，是日御太和殿，臣法驾鲁布乐器如常仪，身坐中和韶乐奏龙屏，金略贵受敕，应行礼。丹陛大乐奏庆平，金略随奉敕应大臣由东接下，乐止。上还宫中和韶乐奏显平，骂日见八旗大道于堂子内门外之南。军士直罗角列郡，上于出宫，乐臣而不坐。至红春，升罗角，上入自阶门降于罗止，行礼，复升罗。到前行礼毕，出至红春，罗止，导迎乐坐。驾至东长安门外，遇五丈，升坐，赐金。略久。从贞观皆高见辞起行还宫导迎乐座，明年凯旋，赐宴封泽园，驾御帐殿敬茶，赐茶奏景运乾坤泰掌仪捧台。 PG 1942展之胡奏圣德旦夫，敬传奏日耀中天。其后赵会平定西域，阿贵在客金川，凯旋皆用此礼，改景运乾坤泰为圣武光昭示，圣德旦夫为宇殿霞通，日耀中天为圣治霞昌，改德龙武为德圣之武。中和乐章皆增武臣庆宇，以夸夫姬。上又自作凯歌三十章，增挠歌十六章。交劳时奏之，身荣欲忙，脉龙骨矣。二十六年，江西府城奏的古中十一，徒已尽，上世廷臣。定为伯中，命一中律尺度，铸造十二律伯中，备中和特旋。即臣弟字志明、允禄等又请造特庆十二句，与伯中配。凿和田欲为之。三十三年，定关帝庙乐章迎神送神三献章各一。四十五年八月，高宗七旬万寿，增喜其五乐九章。自是凡有大庆典，则增至乐章以为常。
52年，命皇子永荣与邹逸孝、庄存与仲定《诗经》乐谱，纠正世子载誉之谬。58年，又命乐部一眼安南、阔尔喀、粗缅甸、细缅甸诸乐、故卿之乐、中地之事凡数变。仁宗嘉庆元年，增至太上皇帝三大节御殿中和韶乐二章，丹陛大乐一章，宫中行礼丹陛大乐一章，筵宴中和清乐一章，丹陛清乐二章，庆隆五乐九章，又增皇极殿千叟宴太上皇帝御殿中和韶乐二章。自后林雍、信翰林苑、文昌庙寺设祭坛旗，秦及万寿节皆增至乐章。8年，命筵宴停止安南乐。14年元旦，太和殿筵宴，命演朝鲜、回部、金川、缅甸乐舞等项，欲庆隆舞、喜旗舞，即以承应。又增对五大臣四人，遂如故事。宣闻之事，垂衣而至，公玄图为巨文，虽有增创，无关。红典德宗光绪末年，访欧罗巴，美利坚诸邦治军乐，又升仙。师大寺增义武之术，即更定国歌，制作屡载不定，以弃于训。国多为施行。PG 1943卷第95至第70。林乐二十二律吕尺度，黄钟鼓尺径3分3厘8毫，五丝一呼，长9寸，积810分。金尺径2分7厘4毫，一丝9呼，长7寸，2分9厘，积430分，467厘，210毫，容数1200粒。大吕鼓尺径3分3厘8毫，五丝一呼，长8寸，4分2厘7毫，243分毫之239，积758分，518厘，518毫齐。金尺径2分7厘4毫，一丝9呼，长6寸，8分2厘6毫，3分毫之2，积403分，107厘，840毫，容数1024粒。太簇鼓尺径3分3厘8薄，五丝一呼，长8寸，积720分。金尺径2分7厘4毫，一丝9呼，长6寸，4分8厘，积380分，637厘，520毫，容数1067粒。家中鼓尺径3分3厘8毫，五丝一呼，长7寸，4分9厘1毫，2187分毫之1183，积674分，238厘，683毫齐。金尺径2分7厘4毫，一丝9呼，长6寸，0分，6厘8毫，27分毫之4，积358分，318厘，080毫，容数999粒。姑息鼓尺径3分3厘8毫，五丝一呼，长7寸，1分，1厘1毫，9分毫之一，积640分。金尺径2分7厘4毫，一丝9呼。PG 1944，长5寸，7分6厘，积340分，122厘，240毫，容数948粒。众吕鼓尺径3分3厘8毫，五丝一呼，长6寸，6分，5厘9毫，19683分毫之2903，积599分3，
123厘273毫奇，今尺径2分7厘4毫一丝九乎，长五寸三分九厘三毫二百四十三分毫之二百二十一，积三百一十八分五百零四厘九百六十毫，绒数八百八十八粒。蕊髌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呼，长六寸三分二厘零毫之八十一分毫之八十。积五百六十八分八百八十八厘八百八十八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五寸一分二厘，积三百零二分三百三十厘八百八十毫，绒数八百四十三厘。临中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乎，长六寸，积五百四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四寸八分六厘，积二百八十六分九百七十八厘一百四十毫，绒数八百厘。夷则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乎，长五寸六分一厘八毫，七百二十九分毫之四百七十八。积五百零五分六百七十九厘零一十二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四寸五分五厘一毫九分毫之一，积二百六十八分七百三十八厘五百六十毫，绒数七百四十九厘。南吕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乎，长五寸三分三厘三毫，三分毫之一，积四百八十分。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四寸三分二厘，积二百五十五分零九十一厘六百八十毫，绒数七百一十一厘。无涉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乎，长四寸九分九厘四毫，六千五百六十一分毫之二千二百六十六，积四百四十九分四百九十二厘四百五十五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四寸零分四厘五毫，八十一分毫之三十五，积二百三十八分八百。PG 1945 78厘720毫，绒数666厘。硬中骨尺径三分三厘八毫五丝一呼，长四寸七分四厘零毫，27分毫之20，积426分666厘666毫奇，今尺径二分七厘四毫一丝九乎，长三寸八分四厘，积二百二十六分七百四十八厘一百六十毫，绒数六百三十二厘。七阴清浊，背蕊髌下针以自背临中清下针高以自背夷则下与上自背南吕清下与高上自背无涉变宫尺字背应中清变宫高尺字黄中宫深宫字大吕清宫高宫字太促伤身凡字家中清伤高凡字姑喜脚深六字重吕清脚高六字蕊髌变真五字临中清变真高五字夷则真身以字南吕清真高以字无涉与身上字应中清与高上字半黄中变宫尺字半大吕清变宫高尺字半太促少宫宫字半家中清少宫高宫字半姑喜少伤凡字半重吕清少伤高凡字黄中同行管身同行管周进积分表凡详正义不列八背黄中之管黄中公生公字正黄中之管
七倍黄钟之管，大吕清宫高宫黄钟八分之七之管，六倍黄钟之管，太簇商身凡字黄钟八分之六之管，五倍黄钟之管，家中清商高凡黄钟八分之五之管，四倍黄钟之管，姑喜角身六字黄钟八分之四及二分之一之管，三倍半黄钟之管，重吕清角高六黄钟八分之三分半之管，三倍黄钟之管，为兵变真五字黄钟八分之三之管，二倍半黄钟之管，临中清变真高五黄钟八分之二分半之管。PG 1946。二倍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一则真身以字黄钟八分之二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二倍黄钟之管，南吕清真高以黄钟八分之二及四分之一之管。正加四分之三黄钟之管，无赦与身上字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管。正加半黄钟之管，印中清与高上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二之管。正加四分之一黄钟之管，半黄钟变公尺字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一之管。正加八分之一黄钟之管，半大吕清变公高尺黄钟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八分之一之管。正黄钟之管，半太簇公升公字黄钟八分之一之管。乐之节奏，成于声调，声也者五声二变之七音，调也者所以调七音而互相为用者也。声调之源，本自炫宫，音管律弦，度七音曲分之不同而炫宫矣。古炫宫之法，何竹与丝并着之。自隋以来，独以弦音发明五声之分，律吕炫宫，遂失其传。夫炫宫者，十二律吕皆可为宫，立一君之主，各统七声。而十二律吕皆可为五声二变也。声调者，声字为声，调字为调，而调又有主调、起调、转调之意，故以转调和炫宫言之，名为宫调。五声二变炫于清浊二君之一十四声，则成九十八声，此全音也。然调虽以宫为主，而宫又自为宫，调又自为调。如宫立一君之主，而下与之身又大于宫，故为调之首，故所谓宫主与音是也。与主调宫立宫一君七身之未定，则当二变者不起调，而与调首音不合者亦不起调。盖以与起调真在其前，变宫居其后，二音与语相近的声小杂，而变真为第六音，亦与语首音不合。此所以当二变之位，与五正声当真位者，俱不得其调也。至于指调，亦取本调相合，可以起调之声中之当二变语。 PG 1947。真位者亦不用焉，其立与位调首之音自本身起者，即为本调。首音与五音为语，与角次相合；首音与三音为语，与宫右次相合，且均调相应；首音与四音为语，与商转相合，可出入。故本调为一调，自宫位起者为一调，自角位起者为一调，自商位起者复为一调。自与位、宫位、角位起者为正，
自伤未起者，为假借，故曰可出入，如屈中所谓与某公某吊相出入者是也。转相合者，下与之吊手至脚为第五位，伤之第三阴至正与第八阴亦五位也。一君四吊，七君二十八吊，和清浊之一十四君，则为五十六条。乐公度屈，七吊相转之法，四字起四为正吊。乐公转吊，皆用四字吊为准，以四以上尺弓凡六七列位，是某字当四字位者，名为某吊。亦如五声二变地转旋弓之法，以四字当与位为起条处也。以字起四为以字吊，上字起四为上字吊，尺字起四为尺字吊，弓字起四为弓字吊，凡字起四为凡字吊，合字起四为合字吊。此指狄孔言四字吊以凡不用，以字吊上六不用，上字吊尺，五不用，尺字吊弓，以不用，弓字吊凡上不用，凡字调和，尺不用，和字吊五，弓不用，即如语身主吊当变弓，变真身者不用也。又四字吊以凡不得起吊，而六字亦不得起吊，即如语身当与位主吊，二变不得起吊，而真身亦不得起吊也。此七吊之七字相转，即五声二变之旋相为弓，弓吊声字实为一体。西而言之，则有四科，亦曰七声定位，以五声二变立一定之位，自下语至正语共列为八，显明隔八相生之理，是下语未生自律律知其为某弓之某吊，是弓未生自律律知其为某吊之某弓，是二变位知某生字某律律之当弊。二曰旋弓主吊，以五声二变旋于七声定位之下，以分八位，如羽声立下羽之下，弓声立弓位之下，则为弓声立弓而羽声主吊。又如商声立下羽之下，变真立弓位之下，则为变真立弓而商声主吊。三曰和声起吊，以十二律律兼备伴以备用。 PG 1948。按所生之音，各随其均序于旋弓之下，仍以调主相合之声所起。各吊注本律，本律之下，以正各吊之名。如黄钟立弓，则宜则立下羽之位以主吊，备无赦，正为兵当二变不起吊，正宜则立真位亦不起吊，故用备宜则起吊者为正羽吊，起黄钟弓身为正弓，起太簇伤身为正伤，起姑息角身为正觉，此正弓之四吊也。大吕立弓，则备南吕立下羽之位主吊，用以起吊者为轻羽吊，起大吕弓身为轻弓，起家中伤身为轻伤，起重吕角身为轻角，此轻弓之四吊也。其余立弓主吊，皆依此立。四曰乐音自色，以律吕萧笛所命自色，随声吊而序其次，列于律吕之下。如黄钟为弓字，而萧应黄钟者为弓字，笛应黄钟者为舞字，皆注于黄钟本律之下。大吕为高弓字，而萧之高弓，笛之高舞亦皆注于大吕本律之下。其立与位之字，即为主吊，其立弓位之字，即为立弓，
其当二辩之位，则不用当真位者亦不以其调。以此四科列为表，旋弓转身，主调起调之理离然矣。黄忠躬身立功，被移则下与主调为上字调。七身定位旋弓主调律管萧笛起调。下与下与被移则上凡正语调。变弓变弓被无摄持何不起调。公公黄忠公四正公，商商太促凡以正商，角角孤喜和尚正觉，变真变真为兵四尺不起调，真真疑则以公不起调，与与无赦上凡同调手，大吕清公立功，被南吕清下与主调为高上调。七身定位旋弓主调吕管萧笛起调，下与清下与被南吕上凡清语调。 PG 1949。 变弓清变弓被应中尺六不起调，弓清弓大吕弓五清弓，商清商家中凡以清商，角清角重吕六上清角，变真清变真临中五尺不起调，真清真男女以功不起调，与清与应中上凡同调手，太促伤身立功，被无赦变功主调为尺字调。七身定位旋功主调律管萧笛起调，下与变功被无赦尺合变功调，变弓弓黄忠弓四不起调，弓伤太促凡以伤弓，伤角孤喜和尚孤喜伤，角变真为兵四尺伤角，变真真疑则以弓不起调，真与无赦上凡不起调，与变弓被无赦半黄忠尺六同调手，家中轻伤立弓。被应中清变弓主调为高尺调，七身定位旋弓主调吕管萧笛起调，下与清变弓被应中尺六清变弓调，变弓清弓大吕弓五不起调，弓清伤家中凡以清伤弓，伤清角重吕六上重吕伤，角清变真临中五尺清伤角，变真清真男女以功不起调，真清与应中上凡不起调，与清变功被应中半大吕尺六同调手。 PG 1950。 孤喜角身立功，黄忠功身主调为功字调，七身定位旋功主调律管萧笛起调，下与功黄忠功四功调，变弓伤太促凡以不起调，弓角孤喜和尚角弓，伤变真为兵四尺角伤，角真疑则以弓疑则角，变真与无赦上凡不起调，真变弓被无赦半黄忠尺六不起调，与弓黄忠弓五同调手，重吕轻角立弓，大吕轻弓主调为高弓调，七身定位旋弓主调吕管萧笛起调，下与清弓大吕弓五清弓调，变弓轻伤家中凡以不起调，弓轻角重吕六上轻角弓，伤轻变真临中五尺轻角伤，角轻真男吕以弓男吕角，变真清与应中上凡不起调，真清变弓被应中半大吕尺六不起调，与清弓大吕弓五同调手，蕊兵变真立功，太促伤身主调为凡字调，七身定位旋弓主调律管萧笛起调，下与伤太促凡以伤调，变弓角孤喜和尚不起调，弓变真为兵四尺变真弓，
商真疑则以公辨真商。角与无赦上凡辨真角。PG 1951。辨真辨公被无赦犯黄忠尺六不起调。真公黄忠公五不起调。与商太促凡以同调守。临中卿辨真立功，家中卿商主调为高凡调。七身定位炫公主调旅管萧敌起调。下与卿商家中凡以卿商调。辨公卿角重旅六上不起调。公卿辨真临中五尺卿辨真公。商卿真男旅以公卿辨真商。角卿与应中上凡卿辨真角。辨真卿辨公被应中半大旅尺六不起调。真卿公大旅公五不起调。与卿商家中凡以同调守。疑则真身立功，孤喜角身逐调为何自调。七身定位炫公主调律管萧敌起调。下与角孤喜和上角调。辨公辨真为兵四尺不起调。公真疑则以公真公。商与无赦上凡真商。角辨公被无赦犯黄忠尺六真角。辨真公黄忠公五不起调。真商太促凡以不起调。与角孤喜六上同调守。男履清真立功，重履清角逐调为高六条。七身定位炫公主调旅管萧敌起调。下与清角重旅六上清角调。辨公清辨真临中五尺不起调。PG 1952。公清真男旅以公清真公。商清与应中上凡清真商。角清辨公被应中半大旅尺六清真角。辨真卿公大旅公五不起调。真卿商家中凡以不起调。与卿角重旅六上同调守。无赦与身立功，为兵辨真逐调为四字调。七身定位炫公主调律管萧敌起调。下与辨真为兵四尺辨真调。辨公真疑则以公不起调。公与无赦上凡与公。商辨公被无赦犯黄忠尺六与商。角公黄忠公五与角。辨真商太促凡以不起调。真角孤喜六上不起调。与辨真为兵五尺同调守。应中卿与立功，临中卿辨真逐调为高五调。七身定位炫公主调旅管萧敌起调。下与卿辨真临中五尺卿辨真调。辨公卿真男旅以公不起调。公卿与应中上凡卿与公。商卿辨公被应中半大旅尺六卿与商。角卿公大旅公五卿与角。辨真卿商家中凡以不起调。真卿角重旅六上不起调。与卿辨真临中五尺同调守。被无赦辨公立功，疑则真身逐调为以自调。PG 1953。七身定位炫公主调律管萧敌起调。下与真疑则以公真调。辨公与无赦上凡不起调。公辨公被无赦犯黄忠尺六辨公公。商公黄忠公五辨公商。角商太促凡以辨公角。辨真角孤喜六上不起调。真辨真为兵五尺不起调。与真疑则以公同调守。被应中卿辨公立功，男履卿真逐调为高一调。七身定位炫公主调旅管萧敌起调。下与卿真男旅以公卿真调。
便公卿与印中上凡不齐调。公卿便公被印中办大吕持六卿便公公。商卿公大吕公五卿便公商。角卿商家中凡以卿便公角。便真卿角众吕六上不齐调。真卿便真临中五尺不齐调。与卿真男吕以公同调守。贤因何律吕立论者，始自淮南子。淮南本之管子，管子曰：凡将起五音反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示生黄。中小素之首以成功，三分而一之以一，为百有八为真，不无有。三分而去其甚是足，以示生伤，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示成语。有三分去其甚是足，以示成角。夫审贤因，无论某贤之全分，定为首因，因而半之，平分为二。其身既与首因相合而为第八，因以次以首因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身应于全分首因之第四因。此度乃全分首因与半分八因之间。PG 1954。又平分为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谓，凡将其五因反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因。一分度为主，而以三因之。其数大于全分为三倍也。四开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数，四分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为公身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练乃熟思，即小贤之位，言此度之身立为公位，其小于此贤之他贤，皆以事为主，故曰以事生黄中小素之首以成功也。以八十一三分意义为百有八为真，乃此贤首因全分之度，此公贤上身下真之数。于是以百有八三分去一为七十二，是为商。商七十二三分意义为九十六，是为禹。禹九十六三分去一为六十四，是为角。司马氏律书，真禹之数小于公，而管子真禹之数大于公者，用真禹之倍数，所谓下真，下禹也。首先起于下真，即白虎通贤，因上真之意。经由三分损益之法详推其数，黄中正真上身皆得七十二，为正商；正商上身得九十六，为下禹；下身得四十八，为正禹；下禹、正禹皆得六十四，为正爵；正爵上身得八十五，小于三三，为下禹公因之变公。下身的四十二，小于六六，为高于禹因之变公，下于公因之变公，高于禹因之变公，皆得五十六，小于八八，为变真，是为卓君。变真上身的七十五，小于八五，为清公。清公上身的一百有一，小于一三，为清下真。下身的五十，小于五六，为清真。清下真、清真皆得六十七，小于四二，为清商。清商上身得八十九，小于八九，为清下禹。下身的四十四，小于九四，为清禹。清下禹、清禹皆得五十九，
小于93，为清角上升的79，小于91，为下于清宫之清变宫，下升得39，小于33，为高于清羽之清变宫，下于清宫之清变宫，高于清羽之清变宫，皆得53，小于27，为清变真，是为清君。凡宫至商，商至角，角至变真，真至羽，羽至变宫，皆得全分。而变真至真，变宫至宫，则之半分。管 PG 1955。子启英篇，司马氏律书皆五声之正，淮南子使载二变之术，但不当以十二律履名之。有足取者，则二变之度分，与二变之比，于正音亦为和，亦为谬之说也。所谓应中，即弦音之变宫度也；所谓蕊宾，即弦音之变真度也。弦音变宫之在下真第一弦，为第三音，居第三位，即如宫弦之角升第三位，音虽不同而分，则恰值正声之度，故曰姑息声应中，比于正音为和也。变真之在下真第一弦为第七音，居第七位，即如宫弦之变宫第七位，音亦不同而分，则皆为变声之度，故曰应中声为宾，不比正音为谋也。五声二变之清浊，定弦音各分之等差，今列于表。首弦首音起于下真，全度108分。二音下羽的全度108分之96。三音变宫的全度108分之85。小于33。四音正宫的全度108分之81。五音正商的全度108分之72。六音正爵的全度108分之64。七音变真的全度108分之56。小于88。八音正真的全度108分之半。为54。首弦首音起清下真，全度101分。小于13。二音清下羽的全度101分之89。小于89。三音清变宫的全度101分之79。小于91。四音清宫的全度101分之75。小于85。五音清商的全度101分之67。小于42。六音清角的全度101分之59。小于93。七音清变真的全度101分之53。小于27。八音清真的全度101分之半。为50，小于56。二弦首音起于下羽，全度96分。二音变宫的全度96分之85。小于33。三音正宫的全度96分之8。11。四音正商的全96分之72。五音正爵的全度96分之64。六音变真的全度96分之56。小于88。七音正真的全度96分之54。八音正羽的PG 1956，全度96分之半。
为48。二贤手因起倾下雨，全度89分，小于89。二因轻便功的全度89分之79，小于91。三因轻功的全度89分之75，小于85。四因轻伤的全度89分之67，小于42。五因轻脚的全度89分之59，小于93。六因轻辨真的全度89分之53，小于27。七因轻真的全度89分之50，小于56。八因轻语的全度89分之半，为44，小于94。三贤手因起于变功，全度85分，小于33。二因正功的全度85分之81。三因震伤的全度85分之70。二四因震觉的全度85分之64。五因辨真的全度85分之56，小于88。六因震真的全度85分之54。七因震语的全度85分之48。八因少辨功的全度85分之半，为42，小于66。三贤手因起轻辨功，全度79分，小于91。二因轻功的全度79分之75，小于85。三因轻伤的全度79分之67，小于42。四因轻脚的全度79分之59，小于93。五因轻辨真的全度79分之53，小于27。六因轻真的全度79分之50，小于56。七因轻语的全度79分之44，小于94。八因轻少变功的全度79分之半，为39，小于95。四贤手因起于正功，全度81分。二因震伤的全度81分之72。三因震觉的全度81分之64。四因辨真的全度81分之56，小于88。五因震真的全度81分之54。六因震语的全度81分之48。七因少辨功的全度81分之42，小于66。八因少功的全度81分之半，为40，小于5。PG 1957。四贤手因起于轻功，全度75分，小于85。二因轻伤的全度75分之67，小于42。三因轻脚的全度75分之59，小于93。四因轻辨真的全度75分之53，小于27。五因轻真的全度75分之50，小于5。六六因轻语的全度75分之44，小于94。七因轻
少变功的全度七十五分之三十九，小于九五八阴清少功的全度七十五分之半为三十七，小于九二五先手阴起于正伤，全度七十二分二阴正觉的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三阴变真的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小于八八。四阴正真的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五阴正语的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六阴少变功的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小于六六。七阴少功的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小于五。八阴少伤的全度七十二分之半为三十六，五先手阴起于轻伤，全度六十七分，小于四二。二阴轻脚的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九，小于九三。三阴轻变真的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三，小于二七。四阴清真的全度六十七分之五十，小于五六。五阴清语的全度六十七分之四十四，小于九四。六阴清少变功的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九，小于九五七。阴清少功的全度六十七分之三十七，小于九二。八阴清少伤的全度六十七分之半为三十三，小于七一。六显手阴起于正觉，全度六十四分。二阴变真的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小于八八。三阴正真的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四阴正语的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五阴少变功的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小于六六。六阴少功的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小于五。七阴少伤的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八阴少脚的全度六十四分之半为三十二。六显手阴起于轻脚，全度五十九分，小于九三。二阴轻变 PG 一千九百五十八真的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三，小于二七。三阴清真的全度五十九分之五十，小于五六。四阴清语的全度五十九分之四十四，小于九四。五阴清少变功的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九，小于九五。六阴清少功的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七，小于九二。七阴清少伤的全度五十九分之三十三，小于七一。八阴清少脚的全度五十九分之半为二十九，小于九六。七显手阴起于变真，全度五十六分，小于八八。二阴正真的全度五十六分之五十四，三阴正语的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八，四阴少变功的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二，小于六六。五阴少功的全度五十六分之四十
小于五。六因少伤的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六。七因少叫的全度五十六分之三十二。八因少辨真的全度五十六分之半。为二十八小于四四。七显手因起于轻辨真全度五十三分。小于二七。二因轻真的全度五十三分之五十。小于五六。三因轻语的全度五十三分之四十四。小于九四。四因轻少变功的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于九五。五因轻少功的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七。小于九二。六因轻少伤的全度五十三分之三十三。小于七一。七因轻少叫的全度五十三分之二十九。小于九六。八因轻少辨真的全度五十三分之半。为二十六小于六三。弦音旋弓转调其要有四一定弦音应某律吕声字及的某弦度分。如被无设之律变弓和自定弦则的真弦之分黄。中之律弓声四字定弦则的与弦之分太促之律伤声以自定弦则的变弓弦之分孤喜之律角身上自定弦则的弓弦之分蕊。冰之律变真尺自定弦则的伤弦之分疑则之律真声弓自定弦则的与弦之分无设之律与身凡自定弦则的变真弦之分。此阳律一均七声定弦之正分也。阴律定弦七声之分亦如之。一弦音转调不能依次递迁必以宫调为准故七声音之。PG 1959。而变。如琴之正调为宫调其商调以七弦递高一音但六弦。七弦太极易或变宫调以七弦递下一音则一弦二弦又慢步。陈升故宫调七弦立准转调则七弦内有更者有不更者有移紧者有移慢者弦之转移间宫调炫焉。如一弦三弦。六弦俱慢下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伤。调。盖正宫调一弦六弦定被无设之律变宫和字的真弦分者。下为被移则之律与身凡字转角弦之分三弦定孤喜之律角。身上字的宫弦分者下为太促之律伤身以自转与弦之分其。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不移者人应本律。但二弦七弦圆的与弦分者转为真弦之分四弦圆的伤弦分者转为弓弦之分五弦圆的角弦分者转为伤弦之分其被无设之律变弓和字为真弦分者转变真应于被应中之律轻变弓高六应孤喜之律角身上自为弓弦分者转变弓应于众吕之吕轻角高上此二分当二变不用因三弦定太促之律伤身以自的与弦之分以起调四弦圆的伤弦之分者转为弓弦之分以立弓故约伤调如二弦四弦五弦七弦俱紧上管律半音
在弦度，亦为半分，而余弦不移，即转为角调。盖正宫调二弦，七弦定。黄钟之律，宫声四字的与弦分者，上为大吕之吕，轻宫高五转，真弦之分。四弦定为兵之律，变真尺字的商弦分者，上为临钟之吕，轻变真高尺转弓弦之分。五弦定一则之律，真声弓字的角弦分者，上为南吕之吕，轻真高弓转商弦之分。其一弦、三弦、六弦不移，仍应本律，但一弦、六弦转为角分，三弦转为羽分，而转变真变弓者不用。因三弦应姑息之律，角声上字的羽弦之分以其调，四弦圆的商弦之分者，上为角弦之分，转弓弦之分以立弓，故曰角调。如独仅五弦管律半音，在弦度意为半分，即转为变真调。四弦应为兵之律，变真尺字的与弦之分以其调。五弦圆的角弦之分者，上为变真之分，转为弓弦之。PG 1960分以立弓，故曰变真调。如独慢三弦管律一音，在弦度为半分，即转为真调。因五弦应一则之律，真声弓字的与弦之分以其调。一弦、六弦圆的真弦之分者，转为弓弦之分以立弓，故曰真调。如以一弦、三弦、六弦慢下管律一音，四弦慢下管律半音，在弦度俱为半分，即转为羽调。因一弦、六弦应背一则之律，羽声凡字的羽弦之分以其调。二弦、七弦圆的羽弦分者，上为变弓之分，转弓弦之分以立弓，故曰变弓调也。一弦音诸调虽无二变，而定弦取音，必审二变之声，必记二变之分。如阳律一均，即真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分。首音，其二音与羽弦应者为羽分，三音与变弓弦应者为变弓分，至七音与变真弦应者为变真分，八音人与全弦应，故为炫羽首音。其各分与各弦相应，亦字与各律相应。记其分，则首音真，至二音与三音与至三音变弓，皆得全分。三音变弓至四音弓，只得半分。四音弓至五音商，五音商至六音角，六音角至七音变真，皆得全分。七音变真至八音真，亦得半分。以弓弦七声之分言之，散声为全半首音，其二音与商弦应者为商分，与角弦应者为角分。三至七音与变弓弦应者为变弓分，八音人与全弦应。而四音变真至五音真，七音变弓至八音弓，皆之半分。盖太促商声以字所应之弦分，至姑息角声上字所应之弦分，与五设与声凡字所应之弦分，至半黄钟变弓和字所应之弦分，其间必为半分，故各弦七声之分不宜，而所应声律有间杂之别，各分全半之间，弓调炫焉。以弓调七弦为准，据每调真弦七声言之，上调之真，乃弓调之与转而为真分者也。
公贤之语，权贤守阴。为语，其变公变真在二阴、六阴，是二阴至三阴，六阴至七阴，为半分也。今权贤转为真，则变公变真在三阴、七阴，是三阴至四阴，七阴至八阴，为半分矣。故权贤定黄钟之律公生四，四者不宜。二阴即应太促之律伤身以自，其间的权分三阴。若 PG 1961，取孤己之律脚身上自，则二阴至三阴为半分，人与公调之与同。是以必取众履之履轻脚高上，其间贤度使得全分，其四阴人应。蕤宾之律变真尺字，盖太促以自治孤喜上自为半分，加众履高上之半分的一全分，而众履高上至蕤宾尺字为半分，此所以二阴至三阴的全分为与至变公，而三阴至四阴为半分，乃变公至公分也。五阴人应宜则之律真真公字，六阴人应无赦之律与身凡字，子四至五阴，五阴至六阴亦得全分。至七阴若取半黄钟之律变公合字，则六阴至七阴为半分，亦与公调之与同，必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公高六，其间贤度使得全分，其八阴人与首阴同阴黄钟之律公生四字，盖无赦凡字至半黄钟合字为半分，加半大吕高六之半分的一全分，而半大吕高六至黄钟四字为半分，此所以六阴至七阴的全分为角至变真，而七阴至八阴为半分，乃变真至真分也。角调之真，乃公调之变公与真公调之与相杂而为真分者也。公调之变公权贤守阴即变公，而变真在五阴，是守阴至二阴，五阴至六阴为半分也。轻伤调之与权贤守阴为轻与，其经变公轻变真在二阴、六阴，是又二阴至三阴、六阴至七阴为半分也。经权贤转为真，则三阴至四阴、七阴至八阴为半分矣。首阴若人定太促之律伤身以自，则首阴真至二阴与所得全分，必当取于众履之履轻脚高上，其本调弦则亦应众履之履轻脚高上，是轻脚调非正觉调矣。因取孤喜之律脚身上自为正觉调，故起调于与弦者，必取孤喜正觉身，而真弦与分亦当应孤喜之律，是以脚调真弦散身首阴，凡比正宫调变宫弦之散身首阴下半阴，取轻宫调之与弦散身，大吕之吕轻宫高五，其分始合，盖因本调与身的正觉之律故也。二阴应孤喜之律脚身上自为与分，三阴应蕤宾之律变真尺自为变宫分，四阴应临终之履轻变真高尺为公分，五阴应南履之履轻真高公为伤分，六阴应半黄钟之律正变公六字为 PG 1962。角分七阴应黄钟之律正公四字为变真分，八阴人应大履之履轻公高五，是则三阴蕤宾至四阴临终为半分，七阴黄钟至八阴
大吕为半分，正为本调真贤之变功至功，变真至真之二半分也。变真调之真，乃功调之功转而真分者也。功调之功，变真变。功在四音、七音，是四音至五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真，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宜功调之。功四音至五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则四音取南吕之吕清。真高功，三音宜则至四音南吕为半分，七音太促至八音孤喜为半分。真调之真，乃功调之商转而为真者也。功调之商，变真。变功在三音、六音，是三音至四音、六音至七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真，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宜功调之商六音至七音半分，为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七音取重吕之吕清角高上，三音无涉至四音半黄中为半分，七音重吕至八音为音为半分。语调之真，乃功调之角转而为真分者也。功调之角变真，变功在六音、五音，是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真，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也。宜功调之商二音至三音半分、五音至六音半分，为三音至四音半分、七音至八音半分，则三音取半大吕之吕清，变功高五六音取重吕之吕清角高上，七音取零中之吕清变真高尺，三音半大吕至四音黄中为半分，七音零中至八音宜则为半分。变功调之真，乃功调之变真与清功调之角相杂而为真分者也。功调之变真，变功在首音四音，是首音至二音、四音至五音，为半分。清功调之角变真，变功在二音、五音，是右二音至三音、五音至六音，为半分也。今全弦转为真，则三音至四音、七音至八音，为半分。原定南吕之吕清真高功为散声首音、三音黄中至四音大吕为半分，七音宜则至八音南吕为半分，此弦音定阳律七调炫相为用之法也。定音吕七调立调之语分，亦必以音吕为。 PG 1963。 主其各弦各分阴阳间用意如之。一弦音诸调为功与商真的与律吕相合为用，功调各弦之七声皆应阳律一均。二变七声之分亦然，清功调各弦七声及二变七声之分皆应音律一均，此弦音功调所以的与律吕相和。商调各弦之五正声皆应阳律，为二变声转音律，清商调亦为二变杂入阳律，此商调五正声所以的与律吕相和。真调各弦之五正声变功声皆应阳律，为变真一声取音律，清真调亦为变真一声杂入阳律，此又真调五正声变功声的与律吕相合也。至角调五正声内，真弦、功弦、商弦皆应音律，而二变反的阳律
且伤身以字，与身凡字，各贤各分，皆不得用，以此二身字。与宫调同，清角生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角调不可与律律相合，变真调五正声内宫弦应音律，二变异的阳律，与声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清变真调一宫弦杂入阳律，是变真调不可与律律相合，然之借一音，即与宫调声字为同，较角调则为正也。与调五正声内角弦应音律，二变应音律，清与调角弦二变应阳律，是虽不可与律律相合，然具弦音尤为七声具备之一调。变宫调五正声内真弦宫弦皆应音律，而二变反的阳律，且伤身以字，与身凡字，各弦各分，皆不得用，以此二声字与角调同。清变宫五声，二变阴阳相杂亦然，是亦不可与律律相合也。宫调真一弦，定备无赦之律，变宫合字的下真之分，与二弦定黄中之律，宫声四字的下与之分，应太促之律，伤身以字为变宫之分，宫三弦定孤喜之律，角声上字的宫弦之分，伤四弦定为宾之律，变真尺字的伤弦之分，角五弦定一则之律，真声宫字的角弦之分，应无赦之律，与身凡字为变真之分。PG 1964。真六弦定半黄中之律，变宫六字的真弦之分，与七弦定半太促之律，宫声五字的与弦之分。清宫调真一弦定背应中之律，清变宫高六的下真之分，与二弦定大律之律，清宫高五的下与之分，应家中之律，清伤高乙为变宫之分，宫三弦定重律之律，清角高上的宫弦之分，伤四弦定临中之律，清变真高尺的伤弦之分，角五弦定南律之律，清真高宫的角弦之分，应应中之律，清与高凡为变真之分，真六弦定半大律之律，清变宫高六的真弦之分，与七弦定半家中之律，清宫高五的与弦之分。伤调角慢一弦定背一则之律，下与凡字的变真之分，转角弦之分，应背无赦之律的背应中之律，变宫合字，清变宫高六为下真之分，转变真之分。真二弦定黄中之律，宫声四字的下与之分，转真弦之分。与慢三弦定太促之律，伤身以字的变宫之分，转与弦之分。应孤喜之律的重履之履，角声上字，清角高上为宫弦之分，转变宫之分。宫四弦定为宾之律，变真尺字的伤弦之分，转宫弦之分。伤五弦定一则之律，真声宫字的角弦之分，转伤弦之分。PG 1965。角慢六弦定无赦之律，与身凡字的变真之分，转角弦之分，应半黄中之律的半大律之律，变宫六字，清变宫高六
为真贤之分，转变贤之分。真七贤，定半太簇之律，公身五字的与贤之分，转真贤之分。清商调，较慢一贤，定背南吕之吕，清下与高凡的辨真之分，转较贤之分。应背应中之吕的黄中之律，清辨公高六，公身四字，为下真之分，转辨真之分。真二贤，定大吕之吕，清公高五的下与之分，转真贤之分。与慢三贤，定家中之吕，清商高乙的变公之分，转与贤之分。应重吕之吕的蕤宾之律，清角高上变真尺字，为公贤之分，转变公之分。公四贤，定临中之吕，清变真高尺的商贤之分，转公贤之分。商五贤，定南吕之吕，清真高公的角贤之分，转商贤之分。角慢六贤，定应中之吕，清与高凡的辨真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半大吕之吕的半太簇之律，清辨公高六，公身五字，为下真之分，转辨真之分。真七贤，定半家中之吕，清公高五的与贤之分，转真贤之分。PG 1966。角调，角一贤，定背无赦之律，变公合字的下真之分，转角贤之分。应黄中之律，公身四字，为下与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二贤，应太簇之律的大吕之吕，商身以字，清公高五的变公之分，转真贤之分。与三贤，定孤喜之律，角身上字的公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蕤宾之律，变真尺字，为商贤之分，转变公之分。公景四贤，应夷则之律的临中之吕，真身公字，清变真高尺的角贤之分，转公贤之分。商景五贤，应无赦之律的南吕之吕，与身凡字，清真高公的变真之分，转商贤之分。角六贤，定半黄中之律，变公六字的真贤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半太簇之律，公身五字为与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七贤，应半孤喜之律的半家中之吕，商身以字，清公高五的变公之分，转真贤之分。清角调，角一贤，定背应中之吕，清变公高六的下真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大吕之吕，清公高五为下与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二贤，应家中之吕的太簇之律，清商高乙商身乙字的变公之分，转真贤之分。与三贤，定重吕之吕，清角高上的公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临中之吕，清变真高尺为商贤之分，转变公之分。 PG 1967。公景四贤，应南吕之吕的夷则之律，清真高公真身公字的角贤之分，转公贤之分。商景五贤，应应中之吕的无赦之律，清与高凡与身凡字的辨真之分，转商贤之分。
角六贤，定半大吕之吕，轻便功高六的真贤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半家中之吕，轻功高五，为与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七贤，应半众吕之吕的半孤喜之虑，轻伤高以伤身以自的变功之分，转真贤之分。变真调伤一贤，定被无赦之虑，变功合字的下真之分，转伤贤之分。角二贤，定黄中之虑，功身四字的下雨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太促之虑，伤身以字为变功之分，转变真之分。真三贤，定孤喜之虑，角身上字的功贤之分，转真贤之分。与四贤，定为兵之虑，变真尺的伤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夷则之虑，真生功字为角贤之分，转变功之分。公瑾五贤，应无赦之虑的男吕之吕，与身凡字轻真高公的变真之分，转公贤之分。伤六贤，定半黄中之虑，变公六字的真贤之分，转伤贤之分。角七贤，定半太促之虑，公身五字的与贤之分，转角贤之分。轻变真调。PG 1968。伤一贤，定被应中之吕，轻变功高六的下真之分，转伤贤之分。角二贤，定大吕之吕，轻功高五的下雨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家中之吕，轻伤高乙为变功之分，转变真之分。真三贤，定众吕之吕，轻角高上的功贤之分，转真贤之分。与四贤，定临中之吕，轻变真高尺的伤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男吕之吕，轻真高功为角贤之分，转变功之分。公瑾五贤，应应中之吕的无赦之虑，轻与高凡与身凡字的变真之分，转公贤之分。伤六贤，定半大吕之吕，轻变功高六的真贤之分，转伤贤之分。角七贤，定半家中之吕，轻功高五的与贤之分，转角贤之分。真调公一贤，定被无赦之虑，变功合字的下真之分，转公贤之分。伤二贤，定黄中之虑，功身四字的下雨之分，转伤贤之分。角慢三贤，定太促之虑，伤身以字的变功之分，转角贤之分。应孤喜之虑的众吕之吕，角身上字轻角高上为功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四贤，定为兵之虑，变尺字的伤贤之分，转真贤之分。 PG 1969。与五贤，定夷则之虑，真身功字的角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无赦之虑，与身凡字为变真之分，转变功之分。功六贤，定半黄中之虑，变功六字的真贤之分，转功贤之分。伤七贤，定半太促之虑，功身五字的下雨之分，转伤贤之分。清真调
公义贤定备应中之旅，轻便功高六的下征之分，转公贤之分。商二贤定大旅之旅，轻功高五的下羽之分，转商贤之分。角慢三贤定家中之旅，轻商高乙的变功之分，转角贤之分。应众旅之旅的蕤兵之律，轻角高上变真尺字，为功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四贤定临终之旅，轻变真高尺的商贤之分，转真贤之分。与五贤定男旅之旅，轻真高功的角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应中之旅，轻与高凡为变真之分，转变功之分。功六贤定半大旅之旅，轻变功高六的真贤之分，转功贤之分。商七贤定半家中之旅，轻功高五的下羽之分，转商贤之分。语调语慢一贤定备夷则之律，下羽凡字的辨真之分，转下 PG 1970羽之分。应备无赦之律的备应中之旅，变功合字，轻变功高六为下真之分，转变功之分。功二贤定黄中之律，功深四字的下羽之分，转功贤之分。商慢三贤定太促之律，商身以字的变功之分，转商贤之分。角慢四贤应孤喜之律的众旅之旅，角身上字，轻角高上的功贤之分，转角贤之分。应蕤兵之律的临终之旅，变真尺字，轻变真高尺，为商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五贤定夷则之旅，真生功字的角贤之分，转真贤之分。与慢六贤定无赦之律，与身凡字的变真之分，转与贤之分。应半黄中之律的半大旅之旅，变功六字，轻变功高六为真贤之分，转变功之分。功七贤定半太促之律，功深五字的下羽之分，转功贤之分。轻语调语慢一贤定备男旅之旅，轻下羽高凡的变真之分，转下羽之分。应备应中之旅的黄中之律，轻变功高六，功深四字为下真之分，转变功之分。功二贤定大旅之旅，轻功高五的下羽之分，转功贤之分。商慢三贤定家中之旅，轻商高乙的变贤之分，转商贤 PG 1971之分。角慢四贤应众旅之旅的蕤兵之律，轻角高上变真尺字的功贤之分，转角贤之分。应临终之旅的夷则之律，轻变真高尺真生功字为商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五贤定男旅之旅，轻真高功的角贤之分，转真贤之分。与慢六贤定应中之旅，轻与高凡的变真之分，转与贤之分。应半大旅之旅的半太促之律，轻变功高六，功深四字为下真之分，转变功之分。
公七贤定半家中之旅，轻功高武的下雨之分，转公贤之分，变公调。与一贤定被无赦之律，变公何字的下真之分，转下雨之分。应黄忠之律，公身四字为下雨之分，转变公之分。公瑾二贤应太簇之律的大吕之吕，伤身以字轻功高五的变公之分，转公贤之分。伤三贤定姑喜之律，脚身上字的公贤之分，转伤贤之分。脚四贤定为兵之律，变真尺字的伤贤之分，转脚贤之分。应夷则之律，真生公字为脚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五贤应无赦之律的男履之履，与身凡字轻真高公的变真之分，转真贤之分。与六贤定半黄中之律，变公六字的真贤之分，转与贤。PG 1972之分。应半太簇之律，公身五字为与贤之分，转变公之分。公瑾七贤应半姑喜之律的半家中之旅，伤身以字轻公高武的变公之分，转公贤之分。轻变公调。与一贤定被应中之旅，轻变公高六的下真之分，转下与之分。应大吕之吕，轻功高武为下雨之分，转变公之分。公瑾二贤应家中之吕的太簇之律，轻伤高矣，伤身矣字的变公之分，转公贤之分。伤三贤定重吕之吕，轻伤高上的公贤之分，转伤贤之分。角四贤定临中之旅，轻变真高尺的伤贤之分，转角贤之分。应男旅之旅，轻真高功为角贤之分，转变真之分。真景五贤应应中之旅的无赦之律，轻与高凡与身凡字的变真之分，转真贤之分。与六贤定半大吕之吕，轻变公高六的真贤之分，转与贤之分。应半家中之吕，轻功高五为与贤之分，转变公之分。公瑾七贤应半重吕之吕的半姑喜之律，轻伤高以伤身以字的变公之分，转公贤之分。右贤因炫公转调，就情贤立论，以与贤起调为主，故炫公守真黄中定二贤与位为公调。律吕后边以七因立论，立公为主，黄中为公，则贤之功分身应黄中，伤分应太簇，脚分应姑喜，变真分应为兵，真分应夷则，与分应无赦，变功分应半黄中，即被无赦。大吕为公，七因之分应阴吕亦然，以分言则功分。 PG 1973。应黄中者，即黄中之分，伤分即太簇之分，脚分即姑喜之分，变真分即蕊兵之分。至真分应夷则者，则非夷则之分，而为临中之分。与分应无赦者，亦非无赦之分，而为男履之分，变公分。应半黄中者，非半黄中之分，而为应中之分。大吕为公，变真
分则为辨临终之分，真分则为疑则之分，与分则为无赦之分，辨公分则为辨黄中之分。其阴阳各七君，君各七贤，有表祥乐。问：不备载。有表祥乐。问：不备载。